是姚扶摇，所以这是扶摇，一个是扶助姚文智，一个是那个姚立明来协助哈，就是扶摇直上，好，然后呢有志进城啊，那我们也相信姚文智可以是一个很好的市长。有智慧，然后进台北城。好，这是，我们都要写给柯市长。对。好，谢谢。为什么不能喝水？对啊。我要特别的。我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大家高兴就好。OK。需要念吗？需要。我们应该要不忘初衷，如如不动，所以不需偏心。那么只怕变心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爱，市民朋友们能够好好爱。姚文智，我一定要提他。如果不提他，他一定说我偏心。我如果有偏心的话，一定偏着你。研究了半天呢、那个主席的意思是什么？但是我后来还是想，其实我们从政就是要不忘初心嘛，啊，这个不管你是偏心、爱心、变心、真心，这个怎么样心心相印，但是最后啊，他的那个初心最重要。你知道现在，因为除了党内之外，这个丁守中也跟你这个对象哦，等于说跟你放话说，如果说你没有脱党参选到底的话，要你吞曲棍球。那请问他要吞几颗？他二十年来，请他先吞完五颗，我们再来讲。如果他自己没有先吞曲棍球，那他有什么资格来叫我喝？